好，他现在6个月，已经可以会坐了。然后很爱笑，不过坐不太稳。然后你看没有扶的，他就自己坐。耶耶，出去因为很会笑，所以大家也比较会称赞他，很可爱。6个月你就会坐了，然后他喜欢抓自己的脚，他现在也会挑玩具，喜欢有兴趣的玩具会自己抓，如果拿走他就会抗议一边哭。有时候会笑会发出声音，啊啾，啊啾，哎呀，打下去了。那他现在也会翻身，翻过来，